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出卖你们上上之势来收看这场比赛。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哎呀，心情也不错，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赛前的氛围无与伦比，接下来的比赛很难不精彩。话不多说，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球来到了左侧，舍甫琴科，哎，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舍甫琴科，卡卡，他向前狂奔，他选择打门，打进了。这球太酷了，打的位置非常专业，这才叫射门，直飞死角。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毫不犹豫，一记漂亮的射门。是的，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嗯。佩德里，几次精彩的互传，把球带到孙兴民，守门员化险为夷。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他都是门神。孙兴民不得不承认，刚才的扑救非常精彩。客观地说，这次扑救确实值得嘉奖。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王牌对王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卡卡选择回传，罗纳尔迪尼奥，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罗纳尔迪尼奥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显然他判断错了。让球队暂时脱离了危险，险情得到化解，发动反击，反击要来了，极其老道的防守。安德烈皮尔洛，球在卡卡脚下，打一脚，球打进了，简直易如反掌，他们又进一球。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拦住他，在防守队员的夹击和压力之下破门得分，这是让人难忘的一球。 AC 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卡卡将球转移到了边路，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罗纳尔迪尼奥直接与对手过招，只是一个边线球。他直接选择将球转移到另一侧，双方纠缠在一起，球丢了。唐纳鲁马精彩的扑救，门将的表现相当神勇，很好的展现出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时刻准备着。射门，十拿九稳，甚至十拿十稳啊！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快看是谁在疯狂庆祝，这样的足球怎能不爱？让人惊艳的控球能力，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帽子戏法，他今天状态太火爆了。他成了球场上最出色的球员，在门前颇具威胁，多么精彩的表现，多么优秀的球员啊！这完全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内马尔，他们做到了！对方的一部分球迷也情不自禁地为之喝彩，不赞不行啊！这次完全不能怪门将。这种飘忽不定的射门，今天终于又重现江湖了。这只是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吗？会不会上演大逆转呢？内马尔打席尔瓦，绝不想输给对手。一个马拉多纳，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啊。孙兴民，可惜球打在了立柱上弹出。罗德里埃尔南德斯，内马尔，就在内马尔脚下，好机会，打进球。
希望。积极的跑动，灵巧的带球，进球是必然的。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太精彩了。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罗纳尔迪尼奥， AC 米兰希望通过短传配合穿透对方防线。快攻的好机会，尝试一脚直塞，将球传向后防，耐心寻找机会。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球在佩德里脚下。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亚历山德罗内斯塔这一次同样冷静。费德里克基耶萨，内马尔，这很难判断落点。一次很漂亮的防守，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There will be 3 minutes at a time。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杰萨，这是要传给空气吗？将球转移到了前场。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半场哨声响起，双方的较量再次开始。崔兴民，马拉多纳，哎，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很高兴重新夺回球权，舍甫琴科，球来到了左侧，有机会塞过去，还是失败了。一个马拉多纳，佩德里，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姆巴佩，好机会，漂亮的防守，始终保持警觉，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裁判身上，点球 ，AC 米兰想必是追悔莫及呀。这球可以扳平比分。他阻挡了射门，我的天呀，踢偏了，他居然踢偏了，这绝对是一次扳平比分的大好机会。不过他们现在没有时间沮丧，否则形势将会变得更糟。身体优势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球在卡卡脚下，菲卡约托莫里，球被拦截。罗纳尔迪尼奥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啊，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这下抢断很漂亮，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发起反击，球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卡福将球转移到了边路，对方负责制造问题，而他负责解决问题。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前面有队友在跑位，本来形势很不利，不过他们凭借良好的防守拯救了自己。这种情况他必须做出决断，他精确地算准了铲断的时机，哪怕一丝的犹豫都会让他吃牌或者被进球，干得漂亮。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一球来到他脚下，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这是毫无疑问，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进攻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这一下比赛就好看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孙兴民，防守球员很警觉，快速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保罗·马尔蒂尼有很好的传球机会，我抬脚射门，配合是打出来了，但是结局令人惋惜。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塞球，只是后续的处理啊还需提高。AC 米兰进行了最后一次换人。坎塞洛开出了战术吊球。这下处理球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穆斯拉，梅西，梅西，哇，跟进不到啊，不是，补射，成功了。看到没有，这就叫绝处逢生。彼得切赫第一下反应很及时，不过没能让球离开危险区域。他的直觉告诉他门将接不住这个球，直觉非常敏锐，对形势的解读也很到位，并且比别人快了一步。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哦，这对他而言就是家常便饭，这是属于他的舞台。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到了这个阶段，进球会让他们占据心理上的优势，我认为他们应该放手一搏，全力争胜，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漂亮的脚下功夫，利用身体迫使对手失去球权，直接外球。古蒂，内马尔，现在势均力敌，控球率是关键，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的。好机会，他看到了空当，能进球吗？大卫阿拉巴没有多加考虑，先把球给踢了出来。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难道这就是今天的大结局了吗？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有球员能够站出来打破僵局。球在古利特脚下，古利特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内马尔脚法可真是了得，转身向后传球，胜负一分。多么激动人心的比赛，双方都在积极进攻，虽然是以平局收场，但却非常公平合理。今天没有失败者。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蔡哥你怎么总结？